哦，拍你自己呀、啊。看看拍下我了没？拍上了呀。头也进去了。啊，都进去了呀。哦、就这么让进去举办子。这个就行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早上好。哎呀，我偷懒了，不想弄指挥，啊，指挥躲过去了，是让我累惨了，差没有躲过个。离茶是我自从学会这个大茶哈，我就基本上没有耍过这个大茶，我胳膊上没有劲儿，弄不动这个茶，让我离茶了，让我一个人站在最前面，哎呀，把我心里吓得是瑟瑟发抖。这不，茶上没有功夫，这咋办呀？我的反流水就跟人家拍不进去，出茶。这个我跟他拍不好，我昨天回去一直练，就咋咋咋就咋咋咋，练的把我的膀子也疼的不行了。哎，让他们排练吧，我们去看看指挥不去。我们到了这个桥头街这的这个舞蹈服装这了，我们每年耍红和买衣服都是在这个桥头街这里买。就是这现成的衣服，看看有什么样式哈。走。啥料？开了吗？啊，就是从那儿买的鼓。有指挥服没有？没有指挥服。我把整个是卖来的。啊，你是卖的。春晚的时候遇到了，有没有指挥服？啊，那就一会儿你上边的，我们穿冬号的。在，咱们就在这开一开，就是，哎，就开了嘛。这个啊，这个感觉，我今年的指挥服带点这蓝颜色也好看。这个是个短袖，那都在里头堆的，看不见的样样。嗯，这是这的。这身也行了哈，看，这个也好看哈，那这个我也是刚看见这个，哎，这个也好看，看看啊，看，把你这两个拿上，我看看哪个好看，哪个好看？这个是这身，我看这个再看一眼，那这两个哪个好看？那把这个穿上看看啊。现在我觉得就需要两个款式。啊，这个有绿的、蓝的就显眼点是吧？嗯，全是红的也不显眼。这才亮。我给你拿住，我给你拉。这个有点瘦。我一试这件衣服，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哎，我想说我上铁棍、上背棍，我就一试这些舞蹈服装，我就可高兴了。来看，这身穿上就是这个样样，咋样？来了，我再把那身试一下啊。嗯，这个是这的，为啥要先弄下这泳衣似的了？哎，人家这种嘛，人家指挥开以后，多会儿是攒的，不会起来。那问题是我这已经穿上裤子，那我再把裤子脱了重穿。啊，重穿。哎呀，这穿上。你这出去表演一下。这穿的超人了、厕所怎么上？我在考虑你厕所怎么上。这。咋样？好，好不好看？好，好看。嗯。里头穿个黑毛衣就好看了，是吧？黑毛衣也行，红的也行，红的啊，大红的套就套大红的，红的黄的，黑的套出来都好看，这肯定这身好看嘛，肯定这身好看嘛。后面没拉住了。啊，我给你拉一下，这个伸展动作比较舒服。好。提前半个小时。嗯，挺好的，问问人家老板多钱吧。行不行？行，可以。看，又走到老鼠窟这里了。这家还有一身，他们说是他们前面两天就过来看了。我们看看这身啊。我觉得那个好，你觉得哪个好？哦，那这个是开裆的，这个也是活裆。
啊，这就全穿完了，还有了腰封，把腰封带上看一下。哦，那拿完那没开始。嗯。你把它系上，拿个这浆子。啊，这个是斜的跨的。这个也是先穿上衣了，你看这个裆是活裆。装饰这个就好看。嗯。看看行不行？儿子使劲吧。这个是个活裆。儿子使劲。啊。也行这套。把腰带。嗯，把这腰封系上。网上那谁这网那哪里便宜？嗯，网上便宜，我就不知道这东西，网上贵的东西买。你大概现在你大概？这个就是这。我就说黄铜的，那就除了是黄铜的。拉手还没拉好啊，那是前面没整理好。相同的肯定不一样。哪个好看？网上价格标的高。各是各的风格，这套也不错。肯定高。看人家这个狮子口罩，啊，把这戴着，看不见，人家从嘴里看了，对，给大家拜年了，哎呦，发发财，嘿。漂亮！哎呀，谢谢姐姐，就这也说漂亮，真的漂亮。我就是你，村里的花媳妇儿。穿那种衣服，是吧？穿上那表演服一配就好看了，像不像村里的花媳妇儿？回来了，哎呀，这忙哄哄的，村里着急的、急赶的，买的太急了，哎呀，都没有多余的时间好好的再筛选上两身好看的，就试了那么两三身。具体买啥的我不发表意见，我是服从指挥啊。那他们领导们头们，人家说买啥的咱就穿啥的，不买啥啊？买啥了？指挥服嘛。哦。我不发表意见，我啥的也行，给我穿，给我发下啥我就穿啥，我就是去了去他们试赏一下，让回来让大家看看哪身好，怎么也行。不穿就穿个睡衣，我说个也行了。狼贵了，啥了？无所谓，咋的也行。嗯，像不像打扫的？啊？打扫的干净不干净呢？哦，对，刚发现呢，我老公把家里打扫干净了。行了，挺好。行了吧？那都打扫的干净，我都没有顾上，刚你把我忙的。睡了，挺好，辛苦啦。可会道谢了，哎。